美众议院十日成立了联邦政府武器化问题特别小组，该小组要求白宫提供电子邮件、备忘录、大型科技公司的通信副本，并将对美国司法部和 FBI 展开调查。请问七哥，美国司法部 FBI 背后的黑手普恒律师、律所、律所单伟健等会有什么下场？针对七哥及 G 系列的法律传言会在什么时间终止？ 终止时间明年二零二零二四年大选前，只要不到大选结束，咱的事儿就不会结束。单伟建，还有报假案的那什么眉毛的豆豆啦，什么露大脑袋、舌咽炎、九指腰，还有现在出来的拱竹啦，还有那这帮孙子报假案 GTV 的啦。 还有呢，SEC 的对我们的这个违法利用假证调查了，什么南区法院、检察院对我们的这个虚假的调查了，不，这甚至利用这个事情调查打击报复了，包括对洗联储了，啊，包括 h a y e n 巴森，是吧？史蒂芬问艾利布伊迪了，和对战友那个 n e l s o n 在洛杉矶 n e l s o n n e l s o n 那个国土安全部了，对小妹了。 对小李的威胁了，FBI 的这种上门的威胁了，都会查的清楚。单伟健全家一定进监狱，他没有选择的。我知道单伟健是哪儿来的，我知道他干了啥，我知道他有多少钱。所有的太平联盟一定会破产，谁勾选的我这个破产的官司，一定都会被抓起来。如果美国不把这事查清楚，他永远不可能安全美国。 因为对付我和对付新中国联邦的所有的人，是美国白宫、美国司法部、美国检察院、美国法院和美国 f 斯 o 办公室，全部是造假、引用假数据，而且背后是穷凶极恶的腐败和黑社会手段。像那个陆克王八蛋，竟然敲诈我两点五亿美元，根本这个案子开始叫单伟建告我说我一个三千万的担保。 他自己承认，这一亿美元已经还了他一亿三，钱都还了是盘古的，我是个人担保，我个人担保在他的提交的案卷中已经表明了，已经全部还完了。就这样，在南区法院，我同样告 UBS 啊，同样的案子不给我立，说没有管辖权，但是三伟建告我却给立了案子，然后不让我使用陪审团，然后不让我提供任何有利证据，然后大家看到了。 就开始直接罚款一亿多，从一个没有的三千万，不存在的三千万，不让我举证，不让陪审团简易判决，三千万变成一亿多，然后再用船的事情再给罚你一亿多，三亿来了，完全冲空三亿多。所以这几天美国的议员和美国的各方面都在问：这三亿多就在美国发生了吗？就这么发生了吗？我说这个三亿多还没完呢。 你们那个陆克要又要两点五亿了，现在是五点五亿了。然后让我矮子 dreamly painful 啊，绝对不会有完的。就像那天我告诉那个陆克一样，你除了你把我抓了，你把我杀了，啊，否则老子一定会把你干掉，让你进监狱。啊，听他们这帮吹狼蛋，这帮孙子啊！ 还得看陆克傻叉，他以为他自己是个多大的个蛋子呢，是吧？他拿了黑钱，他敲诈了那么多人那么多年，他这会碰到郭文贵了，啊，他就会知道他一生做的恶，他都要去还回，都要得到报应。我早就说过，所以上次我在法庭作证的时候，他让问我，是你跟火来、山姆、菲菲直播中，你说国会会调查？ 那意思让法官听听，你看这小吹狼蛋是吧？威胁我，我说再放一遍，再放一遍。我就让放一遍，我就让听，我一点都不累，十几个小时，咋的？这就是我说的。啊，美国司法部 FBI 跟共产党合作的人，还有办假案、司法武器人不被抓了，美国这个国家没有一个是安全的。美国这两年最大的灾难就是什么？ 美元参与俄罗斯制裁，把美元彻底的在全世界成为武器化，造成了对美元的恐惧，这是美国致命的灾难。第二，美国内部正两党政治斗争，把司法部、FBI 给武器，包括法院武器化。特别是要加上一条，人家的两大条，就是把美国新中国联邦创始人郭文贵和战友们。 没有按照一个美国的价值观来面对成一个实际的政治群体，而跟共产党勾兑，对我们进行武器化的法院和司法和所谓的律师事务所，对我们进行打击，包括主流媒体。不用着急，兄弟姐妹们,们，我们从不求任何人。如果他们不帮我们，他们不跟我们站在一起，他们和共产党站在一起。 他付出的代价是生死的问题，对我们来讲没有这个问题。如果美国想活下去、想安全，他必须查清楚我们的一切事情。你觉得南区法院和这个康州法院哪个是公平的？你觉得美国人都是傻子吗？单伟建 m y o m n s t e r l k 过去那个被干掉的艾那艾艾埃莫斯。I, I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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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哪那么简单呢？马云吃饱撑的去找一个啊，我过去的保镖公司要给两千万美元不给我做保镖，FBI 给我见了那么多是是是面，CIA 啥事不行动，那背后故事那么简单吗？我的政治庇护，我们这一堆人，按美国法律只要一条。 你由于要回到你的国家会受到威胁，只要你证明了，他必须给你正批。如果不给你正批，他就是错的。美国国土安全部、还有洛杉矶的尼尔森，还有美国的移民局，就不给发正批。还能正常吗？是吧？跟七哥爆料革命的战友百分之百申请都已经给批了，两个月、三个月，是吧？我不批。 但是，爆料革命新中国联邦，一直在灭共，其他都是小事儿。美国人要不要安全，他自己定去。